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Abel。这节课我们学习 IGSK 四下册 Unit 11。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我们学习到了 exercise 部分。那我们来看到 exercise 一，马克的语气啊。我学习汉语已经一年了。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不太好，慢慢的我汉语说得越来越流利了，因为经常跟中国人交朋友，跟他们多开口去说，然后我会看一些，中文的报纸啊，我有陌生的词语呢，生词牛 word 呢，我会做笔记，慢慢的我会学到更多的词语啊，我非常开心，这是马克的语气啊，小夏的一句，虽然这次阅读考试，我考了80分。但是我还是不太满意，为什么呢？I forgot the dialogue，好像是他说，但我不太满意，因为呢，我先做了难的题目，然后到后面，我发现我容易的题目，我也没有时间，来不及做了，给大家讲一个 joke 啊。就是有一个考生呢，他有个填写那个答题卡嘛，然后写一写，发现写到最后，哇，少了一个答案，结果前抄错了，一交上去，哇，全部错啊！所以大家呢，考试的时候，IGSK 考试的时候呢，要仔细一点啊，careful，小李的语气啊，通过阅读，我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我喜欢读小说啊，我喜欢读一些名著啊，那我会知道很多很多丰富的知识。我能够阅读小说里面的故事，来了解不一样的生活。让我，哎，我喜欢阅读，阅读的话让我心情变得很愉快，我能够安静下来啊。调节我的情绪啊，Sorry, I literally forgot the dialogue. Sorry, it's exercise one. You tell the dialogues. You can review the text. Okay. Let's go to exercise two. Choose the proper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 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著名的。二有限，三复杂，顺序顺序，五增加。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句子，为了保证你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按照先下后上的顺序顺序 order 上下车。那先让这个乘客先下来，你再上去啊，那不然就撞在一块去了。科学的发展确实给生活带来许多方便，但也给我们什么呀？增加了不少的烦恼啊，增加了。比如说iPhone it's convenient we connect with others use the phone but later to meet in the real life，导致我们的这个 social life 非常的非常 lazy 非常的 lazy，非常少那友谊呢也比较什么呀？比较薄没有更深厚的友谊了虽然身高只有1米60，但他却是世界上什么呀？著名的篮球运动员，说的是谁呀？我不太看这个 basketball 这个问题有点什么复杂，你耐心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吗？一个人的知识是什么？有限的，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communicate to exchange knowledge，right？交流能使我们什么？Enrich our
knowledge and improve our abilities, right? 提升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能力。丰富知识呢，用丰富的知识，丰富知识这一是 verb 啊。能力呢，要提高能力叫，还用不同的 verb 啊。这个是这一题，我们接着来看到第二个。我们把它标个序号，一个是准确啊，只好，只好啊，退步啊，只好呢，表示什么？只能这样啊。Of another, have to offer another, the result, the solution. Okay, 三厉害啊，厉害 ，excellent。是词语啊，内容。好，看到这个第六题，大夫，大夫啊，这不能读大啊，大夫是什么？就 doctor。我的牙最近疼的什么厉害？来形容这个 degree 很疼的厉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先躺着的，你先躺着，张开嘴，我看看。啊，第七题。你家的孩子真可爱，会说话了吗？啊，小孩子 baby， 啊，会叫爸爸妈妈了，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词语啊 ，phrase 啊，词语。啊，这是复习资料材料，复习要注意方法，要复习重要的内容啊，时间可能来不及，不过只能这样了啊，只不过只只有这样了啊。这些语法知识太难了，大家觉得中国的就是 Chinese grammar 难吗？有一些不同跟英语。那所以呢Teacher April 呢也做了一门课course we upload on the application IBO 汉语 application. Okay, you can look at the我们放在了哪里？放在了不同的班级里面 ，HSK 3到6啊，这班级的教材里面，因为HSK 1到2呢，大家多开口去讲就可以了，不要太纠结这个语法，慢慢来啊 ，take it easy。如听说公司明年要搬，到时候我又得重新找房子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准确吗 ？Correct 啊 ，very 啊 ，sure 啊，这个消息准确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看过那位作家的小说吗？他的小说语言幽默，内容丰富。哎呀，丰富用内容呢是用丰富，语言呢用幽默 humorous。那当然。他在国内很受欢迎，他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很多的几种语言了啊 ，different language 啊 ，different language version， right？ 啊，我们来看到啊 ，expansion 啊，同啊这个字同是什么意思呢？同就 same 啊，比如说同意、意见 opinion， 相同的意见表示什么？I agree with you. 共同啊 ，common 啊 ，common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财产啊，共同的房子啊，相同 same 啊，一样的相比都是一样的。同时呢，表示 same 啊 time。At the same time， 同时，如果他再坚持一次，请我帮忙，我就同意了。可是他没有。夫妻之间只有浪漫的爱情是不够的，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 aim 和爱好也很重要。他很年轻，可是遇到问题时。却比相同年龄的人更冷静。
他很年轻，遇到相同的问题，遇到问题时比相同年龄的人更冷静啊，更成熟。我哥哥今年26岁，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同时啊，在什么的同时，还在一家公司工作啊。这是同字词，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 practice 啊，Jules，我们来标注这个喜好：一、同意、共同、相同、同时。我们来看到第一题，幽默是成功者共同特点之一啊，共同的特点，都所有的成功者呢都很有幽默，对吧？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Humorous 啊if I discover the fun in your life, I think is the humorous 挺好的，a good life attitude。网上买衣服没法试穿，大小不合适怎么办呢？没关系，号码不合适的话，商店家一般都会什么同意，agree 换的，同意换的，exchange replace。医生建议大家冬季在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的同时选择合适方法同时。应该注意什么呀？运动量不要太大啊。中国孩子的小名一般比较好记、好听，而且很多都是两个相同的字，相同的字，比如说乐乐、笑笑、聪聪啊。我没有小名零，我就一个字零二。我的中文名字叫周黄林嘛，或者大家叫我黄林，叫我林都可以，这是expansion。我们来看到 pair work，pair work 是什么呢？相互了解对方阅读中文报纸的情况，each other's situations regarding Chinese newspaper reading and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s below，比如问answer。你看过中文报纸吗？那如果是没有看过，那就直接做第五个题了。你通过什么方式提高你的中文阅读的能力呢？大家可以看中文报纸，看手机，看中国的电视剧、中国的电影对吧？还有看中国的 magazine 对，也可以呀，对不对？哎，通过交朋友，跟中国人交朋友，你不看中文报纸也可以呀。跟着 Teacher April 来我们爱博汉语 Application to reading book to take the online class。为什么选择看中文报纸啊？哎，中文报纸呢，可以提高你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个一些。各个方面比如说 education, life, economy, government, the business, every as part of China, right? 在阅读中文报纸时，你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啊？哇，好多单词不认识，对不对？哇，读得又慢，所以要坚持读，每天读一点，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学到更多的词语，然后也看得会习惯，right？坚持阅读中文报纸，对你提升你的中文阅读能力有什么作用呀？当然有作用啦，一方面是生词，第二个呢，本土的localized 表达方式 expression，right？And improve your Chinese grammar and reading as the speed of reading 你有最喜欢的中文报纸吗？我推荐I recommend China Daily, okay, I think it's good. Okay, it's the application
One, and we look at the two. Block work.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性格，他们的书也各有特点。然后呢，向小组成员是吧，介绍一下你喜欢哪个作家，你最喜欢看他的什么书？哦，我喜欢呢，大家可能没听过。那这个 classical book，我觉得很 boring 哦。我喜欢看 novels，之前喜欢看一本叫做《遥远的救世主》，是一本现代小说 Never，大家也可以去看哦，《遥远救世主作家是什么呢？道斗。我也不认识道道，不太了解，但他的书呢写得非常的好，情节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interesting。像怎么介绍呢？我能够看到很多一些business mind and strategy，每本书也不一样，那我最近也在看一本《Holy Bible》，这是谁写的呢？哪个作家写的呢？它能够让我，心情变得愉快、安静下来。比如说，你们也可以看一些书，比如说，得到很大的提高啊，得到很大的提高，最后只好放弃，只要打开就会发现，能帮我减轻压力，yes，有用的词语和句子，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时间都是有限的，使生活更精彩，都可以用这些句子来去描述他你所喜欢看的书，好吧？包括介绍这位你的一个作家的 order，OK，is the application we look at the control。Hunter 呢是介绍了，这里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西游记》。我们中国有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还有哪本来着？I'm sorry。《红楼梦》《西游记》哦，《三国演义》都非常好看的 novel 那《西游记》呢，讲述什么故事呢？讲述了能看到英文The story of 唐僧monk 和尚和尚唐monk 唐 Johnny。With string disciples，他的信徒，他的徒弟Monkey King，孙悟空Sadi，Pixie，猪八戒，这翻译好奇怪然后去什么？To fetch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就是西天取经经书佛经佛经经书On the way the four of them come across a great many difficulties right 叫99八十一难有81难那他们怎么去？实现finally achieve the goal，所以这本书呢特别特别在我们中国特别火那也可以什么买这本书来看能看不懂，但可以看它的什么电视连续剧look at the TV series，OK，我们这里有它的一张。
插图啊，这个插图来介绍一下。那这个是 monk 啊，这个呢是一个 monk 啊，唐三藏啊，唐和尚。这个是沙僧啊，沙僧，沙僧呢是是一个人啊，这个是一只猪啊，pig，猪八戒。那这个是猴子啊。孙悟空，那孙悟空的本领最大了，这是Unit 11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单元学习完了，那下一节课呢，我们开始学习啊，Unit 12，OK，第12单元啊，大家有什么疑问呢，在下面留言，我看到会回复大家，那么 TJ 不，See you，拜拜。